洛丽塔自爆，这指数飙高，当场被呛，当心上天堂。我之前有去测我的胆固醇，一般人200以内是正常，我400。400，我就甲状腺低下。医生说你这个一定要吃药。我说我先上网看看，我说我想要先食疗，流行喝椰子油，早晚都喝椰子油，喝2大匙，一个月之后又400多一些了。你上网看看，看不好就上天堂看看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